大家好，我是吉尼丁，我们现在在 PUBG 的 MV 拍摄现场，然后这次这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，敬请期待，我们现在要去拍 MV 啦， Let's go。上半场拍的觉得怎么样？好冷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很不安，我没办法确认我在画面里面长什么样子，因为我通常都是直接自拍镜头拍。那今天有发挥百分之多少吗？我觉得智障的部分大概有七八十。有七八十了吗？我没有到一百。你们会被吓到。我看我们下午可不可以到一百哦？没问题。现在是甜美的部分，那我们下半场见。我刚刚有咬到它了。那块应该很多人会抢。这一次在一些术语方面，我那时候就疯狂翻一大堆绝地求生懒人包啊，后来就是把一些我有理解然后我很喜欢的术语就列成一个 list， 然后我在写词的时候就是这边用一个那边用一个，就是这样对照，然后把词写完，那最后的成品我还蛮喜欢的，希望你们满意。我是吉尼丁，然后你可以追踪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我有 IG，然后请大家要多多关注这一次的 PUBG 赛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